我是钓鱼小将队一号孙思问，我叫孙思问，我来自山东济南，学守门员3年了。你为什么要选守门员啊？我想进国家队，我要努力证明我自己。肚子疼，难受，我喝点水不行，好难受，想去吐一下。比分已经是零。角度。我会守住的。球挡住了，比赛结束了。没事了。投压低，投压低。孙子们，加油！孙子们，加油！谢谢你们这么长时间陪伴我，谢谢你们这么长时间以来的陪伴，感谢你们这么长时间以来的陪伴。我爱你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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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爱你们。